这大概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爱情吧，以德，所以才会这样。你们知道什么是最美的样子吗？其实，在你跟他相遇的那个瞬间，他劳作的那个瞬间，真的是他最美、最有魅力的。因为他那个时候不是一个空壳，你们真的把这个忘了。啊，我好多问题好简单。你喜欢吃辣，你喜欢吃甜，一人点一道菜不就好了吗？这还要包容吗？你们俩好好琢磨琢磨。我同意老师们的说法，这不是关于爱情的事儿。今天咱们真的聊到了两个年轻人的灵魂的那一点点的地方，你们加油。当你们能把生活过出滋味的时候，你们的爱情一定是有滋有味的。接下来进入真情六十秒。其实我也知道我很多地方有做的比较过，说的话比较激进的时候，但我真的是想我们有一个未来。我也知道很多时候哄你其实就可以解决问题，但我偏偏选择和你讲道理，也真的是我想我们以后能走得更远。我知道我自己的性格很自私，又很任性，又不很会体贴人，但是我真的会在慢慢的努力改进。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无论咱们俩是否在一起，我都会珍惜这儿的时光的。哎呀，谢谢两位，请回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-2360-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吧，看看这对年轻人作何选择，请开门。一起来见证。